首先感谢天父的老千人前人大德点完是慈悲啊，各位先生给后学这个机会啊，在这里跟大家学讲开荒的重要性，开荒的意义。其实啊，这个是青年班，各位学姐，我们每一个人都青年了。在加州啊，在加州老师这个讲到我们金岛点完是啊，老师是金岛点完是在各位学姐，金岛点完是在初秋啊。是初秋啊，我们不是有春夏秋冬吗？对不对？对不对？秋冬对不对？我们不冬。金岛点完是在初秋啊，各位姐姐。我们还有冬，还有对不对？春夏秋冬。我们老点完是92岁，我们说他在初秋啊，初秋啊，各位姐姐。初秋讲的是什么？人生还有很多漫长的日子要过，对不对？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初哪里啊？初夏。初夏，对吧？初夏，可能有人先，有的先贤更年轻哈、哦。所以提子各位先贤，有些道理啊，如果刚好在那里的时候，赶快听一点道理，听一点啊。或者上次在讲，在人间上了五年的课。天上600年，我今天只要学一堂课，我天上省了好几个月。我也不要，要不要省一点时间在天上？人家到天上去要跟仙佛下棋，要喝红浆薏叶，我们去修炼院里面在那边练习磕头，练习佛规礼节，练习上课，是不是很冤枉啊？那前贤们都到那边去喝红浆薏叶去了，对不对？跟仙佛去啊，对不对？那我们是在那边，以前很多人在那种修炼院里面。很苦的，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修炼院啊，很像林长库他带的前贤们啊，后面谁可以帮忙欢迎？对，对，王姐哦，王姐后面，哦，王姐，等一下你帮忙欢迎啊，来，我后姐讲一下，买慢一点啊，来，就要帮忙欢迎。结果呢，我们不要到天上，王姐，你可以拿那个麦克风也可以吧？还是让你这样欢迎？还是你要？因为要录嘛，对啊，OK，要录音，我就忘记要录音了。这个要是 OK， 那个谢谢。那顺便讲，就是我们能够修，能够办，懂一点道理，赶快修，赶快办，真的是这样。不要到天上再去补课，很冤枉的。We only see the Tao, and we know the principl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really cultiv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so we don't squander this good opportunity. If we are not谢谢。没有。哦，录了没？啊，录了没？到这个就会这样。嗯，好。有没有录音？应该是已经录了。要让小美看看，到这已经开始录了没有？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佛前这些所有的一切都要会操作。为什么？那祥不在，我们的金讲师不在，以后大家都是，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会啊，大家都要学会操作。啊，或者写时间下来哈，我们时间到下台一鞠躬啊，不拖时间啊，那个。我们讲这个开荒啊，各位学姐，开荒后学讲这个开荒主创性啊，后学是没有资格来讲这个开荒的。后学才出去，真正出去才几个，去年去了跑了几趟 Iowa， 那
这几个月四个多月来跑了宾州北卡啊，对，然后后学下礼拜会去宾州两个地方，但是这个真的讲开方我们真的没有经验啊。后学看到前学们啊，分享一下前学们的经验，像那个前学跟后学讲，他们出去开方啊没有地方住的，就住在哪里，各位学姐，厕所旁边的，厕所旁边的，然后呢有的睡在棺材旁边的，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我们事实上在美国啊，是跟后学常常想，后学是去租那个小的比较撇的旅馆，但是已经他们好太多，有没有好太多了，有没有啊？我们请详录音。哦，他有 emergency。所以比起前人辈来讲，我们是真的很好命。后学来常常觉得，那像那个在台湾，后学回到台湾啊，那黄点儿子他们去大陆办道，几位贤贤都有去大陆都知道，他每次办完道以后啊，他不敢回家了。各位贤贤，他就在外面绕了两三个小时，等到所有的看看警察公安没有来的时候，才可以回家，晚上才回家，是不是？他们办完道不敢回家的，各位贤贤，是吧？啊，所以。Hi, go ahead. Okay. There are some transmitter people to try a mainland China to propagate the Dao. But because Dao is not supposed to be propagated in China, so after they conducted the ceremony of Dao receiving, they could not go directly to where they were staying. They would have to just went around, you know,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no police or any security personnel following them, that they would return to where they were.所以我们没办法想象前人辈他们开方办道，或者现在像外州也外地也是一样。我也看到那个黄兰英，各位以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那黄点传师。黄兰英这是在录吗？看不清。你们在录。黄兰英点传师啊。结果呢，他们去办道，到一个地方开方，各位以前到一个地方有人要捐地，有没有好开心啊？有没有要捐地？有没有好开心啊？很苦很苦的，像尼泊尔有人要捐地啊，对不对？要捐地给你盖佛堂啊，要不要？要不要？要，当然要啊。结果这个讲完以后啊，就有人跟顶完师，顶完师啊，你不能要啊，你盖完佛堂以后，他地又拿回去了。有没有想得到？各位兄弟，想不想得到？这个可能要把它看可不可以关得掉，这个拉不下来，不然就关掉再重。嗯，对，我重来哈。电脑。是的。对，还关不关？结果。那我试试看。不行，让米图传。对，所以。重来哈，看到了。结果呢，在尼泊尔啊，那底完师啊，就去办道，对不对？就人家跟他讲，就济公老师说什么？济公老师有一次，其实尼泊尔人善良的很善良，很单纯的好开心好快乐。但是呢，老师有一次跟这位黄点传师讲说，这边的人很会歪呀、啊，很会歪呀、啊。啊，点传师懂不懂意思啊？过去跟你讲，老师济公老师跟你讲，这些有的人很会歪呀、啊。那你听不听？我们听不听得懂？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歪呀、啊。那怎么会说房子盖好以后他佛堂地捐出来，对不对？等到我们把它盖一个大佛堂的时候，他要地要拿回去了。有没有听说这种东西？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啊，怎么打死也不会听，不会想到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开荒，然后呢，这个点燃寺啊，去开荒啊，看到这个地方，哎，黄姐，欢迎，或许讲中文习惯一下。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我们在大陆各个世界国家的地方 来去想象一个地方去那边开荒的一个感觉，对当地的文化风俗整个习惯我们没办法去了解，除非我们融入这个社会里面，对不对？那个华南英他点完师啊，这位哭道点完师啊，结果呢他去尼泊尔开荒，他是一个讲师啊，开始是去讲师，跟着一个点完师去开荒，然后呢尼泊尔啊不是像我们这边说车子可以坐，他们去前贤来了，他们从佛堂到接飞机场接机要十五个小时啊，十五个小时啊。结果这个前贤啊也没吃饭，就这个是阿基达，我以前如果听过阿基达请举手，他没吃饭啊，他就开车开了数个小时啊，就开过去了，对不对？接完人以后啊又接回来，来回多少小时？回来就躺下去了，就躺下去了，所以事实上我们没办法去想象一个地方是这样的开，而且道亲是这么真心。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就拿着茶叶啊，顶着茶叶去卖茶叶，啊，卖茶叶卖就卖到佛堂去了，啊，今天整天赚的钱刚好是十块钱台币，多少钱美金？我就算了一下，大概是三十三的美金呐，一天赚33 cents。结果呢点传师在台湾，他在尼泊尔，对不对？那点传师写来是英文，他会不会翻译啊？会不会啊？不会翻译啊，所以他要去找人家翻译啊，对不对？那翻译要33 cents， 然后要 fax 又是要33 cents， 所以有时候他赚两天的钱啊，请人家翻译出来，对不对？变成翻译，对不对？然后要 fax 的时候，他两天没钱吃饭。啊，这个前贤有没有钱吃饭啊？啊，没有，他怎么吃？他就把裤带绑紧扎紧，然后喝水，各位姐姐喝水，然后肚子绑紧。各位姐姐有没有想办法想象这样过日子啊？道亲是这样过日子啊。好，来。所以他每天在佛堂就对着我们老师啦，还有大那个白水圣地的像在那边哭啊，老师啊，我要修道啊，我一定要修啊，但是老师我怎么一关一关都要过去啊，怎么过不去啊，这么苦啊，对不对？但是呢老师对他也很慈悲，事实上他的考验，他说各位贤贤，你们可以住佛堂，你们都不住。他在台湾从尼泊尔跑到台湾去讲课，你们都可以住佛堂，你们都不住，我是住不进去佛堂啊。他要进去佛堂，然后点完事他给他考验考验考验，考到最后才让他进佛堂住佛堂，他考了好几年了。
所以那有一位道亲啊，他每天早上五点多就来了。那这个在尼泊尔五点多就来了，这个是点完是跟到前贤们五点多有没有还在睡觉？五六点是不是还在睡觉？正好睡觉的时候，就跟道亲讲，下礼拜啊，我们要去外州，就是像我们这边外州就是外地啊，你下礼拜不用来了，我们就不在了。That's okay. Yeah, go ahead and just talk about this story. That's okay. Yeah. So they have to get up already like 5 o'clock. Okay, already came in around 5-6 o'clock already in the temple. 很早就，他们从家里走了两个小时走到佛堂来啊，走了两三个小时到佛堂。所以他们走到佛堂的时候，也许六点准备六点献香，就从家里走来了，啊。但是呢，顶完师前贤们跟这位道亲讲说，下礼拜我们不在啊，你不用来了。你知道这个道亲怎么样？这样提早起床啊，提早一两个小时起床啊，然后就开始走到佛堂去了。他想顶完师他们都会不在，前贤都不在，他要早点去啊。所以在他们走顶完师跟前贤走之前，他要先到啊，献香啊，对不对？要到佛堂去看到顶完师跟前贤啊。这个顶完师跟前贤。这个前贤一来的点完师跟前贤吓坏了，跟他讲今天不在皇，提早来，因为什么？点完师跟前贤们不想太早起床，因为这前贤一大早就来了，你知道吧？结果没想到这个前贤怕点完师跟前贤跑掉，更早来啊。所以对吧，各位前贤，我们这是何等何能啊！然后，但是阿基达老师不是不帮他，他是很苦啊。他在尼泊尔买这个大楼，买这个地啊，把他写他的名字，用这个阿基达的名字去买一块地。这个阿基达就找了律师啊，去那个 state 那个 town 里面找律师啊。他说：“你要把我写清楚啊，写清楚啊，万一我不在的时候。”走了或者什么不在的时候，这个地佛堂的地是属于佛堂的，不是我们家人。在尼泊尔，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嘛。你这个地如果是他买的，万一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地是谁的？他们家人的，是吧？他说：“你跟我写清楚啊，写清楚啊，这个地将来我不在的时候，这是佛堂的。”这个律师一想，你们都很呆啊，这个名字地是你的名字，你就拿了就好了，干嘛还要写回去说给谁的啊？结果这个学校有一个校长苏迪，也是年轻人啊，苏迪。结果呢，他那个这个苏迪刚好有一天也是见到这个律师啊，律师跟他讲，你怎么你我看你当看你年轻人很聪明啊，你怎么跟那个阿基达一样，跟他一样笨啊？这个可以，这个地可以变成你们的名字，为什么还要写这样子啊？变成佛堂的，啊。Okay. So there's a principal from school, the Chinese school in the Chinese in the in Nepal. Nepal. Yeah. He also came across the attorney, and I guess he also said something similar. And so the attorney said, "I thought Gina was dumb, and you're dumb too." Yeah, 所以他们就比较会，有的人会比较歪嘛。你像老师，现在懂老师的意思嘛，对吧？对，而且律师你就写你的名字，为什么还要给学佛堂去呢？结果呢，这个校长刚好没有时间解释，说有一天我再跟你解释，啊，
结果阿基达有一次啊，就去律师手机跟那个律师解释什么？他说我这辈子啊，清清白白的来，我也要清清白白的回去啊，清清白白的来到这个人世间，我清清白白的回去，我不要沾了这个些污名回去啊，啊。所以他们事实上他们善良单纯的很多很多，就是那么善良，但他们歪的 也有啊，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你要 要去判断，要有智慧。所以老师就跟这位讲师讲，要有智慧啊。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多，对吧？有的人善良的好善良，很好很好。那有的人甚至于怎么庙地盖完以后，怎么样佛堂盖了在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要拿回去的，那也有这种状况。所以就要去状况去判断，啊，智慧啊！所以他们开光的时候，就是很多智慧在里面。啊，这个阿奇达他胖胖的，啊，我也讲他那个故事，他胖胖的。他有一次腰痛啊，伸不直，不能挺啊，所以他坐 bus 从佛堂要坐到首都去十五个小时，所以他是很省吃俭用没有钱的人，但是他买了两个位置，所以他可以躺下来。但是后来那个巴士啊，有一位道亲上来了，那个道亲啊坐位置在后面，那他就跟阿基达讲，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个位置啊，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个位置啊，那阿基达说，我今天背痛的没办法伸直，我要躺着，我不能跟你换位置啊，平常他只有坐一个位置，那一天不晓得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夜，刚好那个背痛受不了，他必须躺下来，然后所以他不能跟他换位置。但是这个他就是坐两个位置，对不对？然后车子在开了，开到路上，怎么回事啊？这个车子就撞到旁边的山岩了，那整个山岩上切进来，整个岩石上切进来，把他所有的椅子底下的东西就这样扫掉了，切掉。如果他那天脚是坐着的话，他脚是会怎么样？切掉。所以他说，因为他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说，老师仙佛要不要救你而已啊？他从一辈子从来没有背痛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一辈子没有坐过买过两个位置，就那一天他买了两个位置，就坐在那里后，他整个这样削进来的时候，把他整个车子这样车子烧进来的时候，把位置全部这样扫掉的时候，他刚好躺下来，就在上面扫下来。他说那天他如果没有买这两个位置的时候，他脚两只脚就不见了。对啊，但是那个位置因为他只有他这样切，但他的位置在那里啊。啊，有一次啊，阿基亚从尼泊尔打电话给他的点传师说：“点传师，我得到脑癌啊，就是脑子有问题啊。这个点传师啊，脑瘤大瘤的，不晓得肿瘤什么瘤。结果呢，
这个典玩师他们两个都在那边哭，这边在哭，那边也在哭啊。那典玩师赶快烧大把香啊，这个人这么诚心，这么道歉，烧大把香啊。那典玩师就准备啊，将来是不是把他从尼泊尔运到台湾去开刀？因为至少在科技来讲，台湾还是比较进步，把他送到那边去开刀。结果呢，这位典玩师啊，跟这个阿基达哭了好几天了。那这个好几天以后，这个典玩师一想，跟老师报告，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他就在佛前跟老师啊，这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没有搞清楚啊？没搞对了？是搞错了？老师，你帮帮忙嘛，这搞错了吧？他没有这个病嘛？怎么会突然间脑瘤这么大要开刀？而且他跟他讲只有几个礼拜可以活，老师拜托帮忙，这搞错了、啊。小舅给他跪在佛前烧大把香，跟老师讲：“你老师是不是搞错了？”老师，在我们来讲，这神话，这是神话故事，哎，是不是？在两天之后去报告出来，居然没有了。上个礼拜说这个脑瘤可能只有剩几个礼拜可以活、啊，结果再过几天去检查，哎，没有了，不见了。他就跟老师讲：“老师，对了，就是这样处理啊。”各位先贤，在佛堂啊，有没有听到很多真实的？各位先贤，不要什么好奇怪。当你懂到目到那一刹那间，你就知道，哇，道妙道老师的妙法是这么厉害、啊，我们都会吓坏了。因为以前我们不懂，真不晓得老师的神通有多大，要跟不要一样。老师要不要让我们活下去？要不要让我们继续下去？老师自然有办法。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各位先贤，我们有没有功德啊？有没有功德让老师帮我们拨转？就这么样而已。So when we hear such miracles, or when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ed to us, then we are reminded of the preciousness of the Tao and how holy teacher can help us. If you have enough merits and virtue. 好，刚才我们前贤都说临沧故有理天，各位前贤听过临沧故有理天，举举手。啊，很多人听过。临沧故啊，各位前贤。老师带着他去柳底天去晃一晃，对不对？是不是？哦，对啊，这个徒儿。但是呢，老师带他回去的时候啊，各位先贤，我们人生当中啊，他去开荒半道到日本去啊，日本去开荒半道。各位先贤，他是跟我们一样这样在修，他是退休啊，然后租了一个房子，他儿子弄准备一个房子给他住，对不对？没有住，对不对？结果呢，他去佛堂清仓库，清了四五年，老师后来才去找他的啊。Yeah, clean the storage area.Everywhere, yeah. Yeah. 但是呢，老师带他回去几天的时候啊，各位先贤，他跟我们一样修，他修到现在，老师修到他现在，各位先贤，他都可以看到这些。他修到，各位先，我们磕头的时候，他磕到任督二脉打通了。有没有听过任督二脉？有没有听说过？没有。任督二脉。任督二脉他通了，
就本来他头发全部是白的，对不对？全部变成黑的，跟小孩子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他，各位同学，有时间到网络上去看，他现在八十几岁，头发是白黑的，啊。对，讲台湾，对。就是我们身上里面有一个特别那个那个，有一个经脉，这样。好，或许听说他前几年有来这个协济道院演讲，我们没有机会碰到他。啊，杨生，你记得那个林昌库吧？林昌库，他前几年有来，但是我们没有机会碰到。将来很多机缘，像这种机缘，我们可以请他来碰得到。我们这个请的前些来佛堂，跟我们慈悲，像李贤宝啦、林昌库啦，这些将来有机会有碰得到，我们就应该请他们来跟我们慈悲，是不是？然后开荒是一个愿，各位先生，开荒第几条愿啊？第几条啊？第六条。第一条是什么？财瓦桑斯，如是。第四个，设立佛堂。然后再来。开荒下种，对，然后舍身笨道，对吧？其实开荒是一个菩萨愿，各位贤贤，天上功劳最大的是什么？林昌库回到礼天以后，老师跟他讲什么？功劳最大的是什么？是他？不是，是什么愿？老顶儿是最值得进去。老顶儿是从台湾跑来这里，功劳将来最大的是什么？开荒愿啊，开荒，这个。开荒是第一功，所以林昌库到天上的时候，他们在颁奖啊。开荒是第一功，对不对？你们听到？他那个椅子都有他的名字。椅子都有你们的名字哦。将来到天上，椅子有你们名字，还有照片哦。而且有十个等级的，对不对？有第一等、第二等、第二等，对不对？所以开荒是第一等。所以各位贤贤有机会，贤贤要出去就跟着跑，不会错的，有机会跟着跑。当然不是为了功德啦，就是很自然，老天就会给你的。你不要，你都不要要，老天自然就给你我们的啊。哦老师也说了几个，闲弃一国弘道行，晚化猿人半末秋，一心几系昌生命，不言辛劳共行舟，承上启下数粮饭，低薪下气和睦游，唯系细节多情意，任重道远串新秀，天人共庆来相助，师幼伴随重闲愁。所以我们到国外去开荒办道，各位贤贤，不是我们想象，像老顶儿是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人生地不熟的，尤其现在很多贤贤们，像以前他们开荒办道，像崇德他们的有的顶儿是，或许是看到他们拿一个机票买一个车票就到一个地方去，没有认识半个人的，一个人也都没有认识，那个地方也没有认识，就这样下去了，外国啊，然后这个地方他语言不通，也没有认识半个人，也不晓得住哪里，他是这样去开荒的。那我们现在开荒是说，哎呀，有没有前贤在那里，是不是？各位贤贤，是吧？我们是说有没有人在那里啊，他们是到那里都没有认识半个人的，所以
公那个火车坐到哪里哪一站下车就在这里办，是这样的开始办开放办道，他们是这样开始的。各位姐，我们一个人啊，谨系苍生性命。各位姐姐，我们救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兄弟姐妹，老师说，我们最少最少只有一个兄弟姐妹的时候是多少人啊？救多少人？一个零，一千七百七十六加一，一边七百七十一，七十七，只有一个人兄弟姐妹的时候。但是有的兄弟姐妹不止只有一个哦，有的很多，是不是？以前有没有听说很多兄弟姐妹的，五个、十个的，对没有？甚至到有的到65000个，各位姐姐，你救一个命，有可能救到那么多命哦，97代哦，所以我们以前都看到1000、2000，对不对？不止哦，甚至有的上万哦，成数啊。所以各位姐姐，我们说为什么要老底完师，罗经理呀、啊，前贤们，罗底完师一直叫我们要赶快渡人，赶快去成全人，为什么？你渡了一个人，送上天的时候。影响多少九千驱逐啊？几千几万、啊，是不是？有没有？但是我们老师一直交代我们 出去开荒，尤其老师以前在台湾，从台湾带开荒到世界各国，老师一直交代我们，我们到一个地方，人家后学看听到那个亚迪啊，缅甸在埃瓦人，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不知道道好不好，你们跟我讲道很好，道很好，我看不到道好不好，我们来刚来佛堂，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啊。可以讲，我看到你们都很好，我就这样求到了。我是看到你们都很好，我求到了。我不知道道很好啊，啊。所以人家是这样求到的、啊、各位姐姐，人家是看到我们这个笑容，看到我们这个热情，看到我们这个开心，看到我们这个快乐快乐的脸的时候，他求到了，是这样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的热忱永远保持着，永远保持着，其实不管是对新道亲，对老先生亲，要不要啊？要不要啊？要不要啊？还是要啊，老道亲更要关心，是不是？新道亲更要关心，是不是？老师教我们要什么？在我们佛规佛堂学的，承上启下，尊师重道，佛规礼节。各位姐，现在都很多组在练，赶快练好，然后低心下气。但我们对人家很客气，其实我们越修越修道嘛。最怕是什么？各位姐姐，道越修越修，会怕什么？修怕什么？就怕这个柱子跑出来了，骄傲一跑出来，各位姐姐。那个人感不感觉得到啊？他知道不知道自己骄傲？不知道，不知道。
后学以前会患同样的毛病啊，现在也许还应该还有啊。所以老师有一次谈主讲之班就说，老师就对着外面，老师就讲，就是你拥有外面的高楼大厦，你的社会地位已经很高很高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你带着这个肉身，带着这个业还在轮回，就没有骄傲的本钱了。懂吗？听得懂吗？带着这个业，带着这个肉身还在轮回，你就没有骄傲的本钱了。尤其我们要不要低声下气啊？各位贤到别州去办道就知道啊、哦。当我们越低越低越低下的时候，人家往后对我们更尊重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客气，我们谦虚，而且这是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你对人家越好，人家对你更好，是不是？在尤其出门在外，我们的一点一滴细节都要小心谨慎。人家看不到我们做的好不好，人家只看到我们这个一眼以后，他就知道道到底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言语行止及言语行为举止，要不要小心啊？老师上次也慈悲啊，就说你天人共庆来相助，这个道是大家一起来帮办，师幼伴随众贤愁。其实老师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在路上，各位贤，每一天我们走在路上渡人成全人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在身边啊？轩勇有没有在身边啊？在身边啊。各位贤，慢慢夜诚心发出那个华喜那个成就，你就会，我们就会感受到老师就是在那个身边帮忙着，是吧？所以老师上次讲过，万一想念老师的时候，半夜唤师三声，师就在你左右啊。我们渡人，我们去开荒去办道，救人一命胜造什么七级什么浮屠。一个命啊，那是灵性，不是只有这个生命而已，这个肉体而已。所以老顶还是常常讲啊，我们救众生啊，我们有难的时候先会不会救我们啊？会不会啊？各位先贤都不用求的啦，我们常常出事情求老师啊，帮我们帮忙啊，带回去啊，解解梦，解解围啊。各位先贤，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能办能处理的能解决的，济公老师早就帮你们处理完的啦，剩下就是你们自己要担的。
我们愿花的越大，各位贤贤，你愿花的越大，注意越大，老天帮你帮我们更多。然后呢，这辈子能够成就的，这个很自然的，老天给我们的，都不要去想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像我们老顶安师，他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今天爸爸是护法大仙，对不对？当仙佛抱住护法大仙的时候，我看老顶安师哭了，对不对？哭得很严重啊，哭得很厉害、啊。为什么？绝对没有想到这样子，是不是？绝对没想到说我们可以修道办道，把爸爸妈妈推成仙上做大仙的，有没有这种想过？有没有啊？当然，老顶安师慈悲，还有很多顶安师前几年都在帮办。那他的儿女有没有在帮办？有没有啊？所以各位贤贤，重要的是把家里的儿女带进佛堂啊，带进道场啊。And also the bigger boss we make, the more accomplishments we will have. Like Transmitter Jim, he took all six boss, including primarily down in the USA. And so he would, because of his cultivation and also the cultivation of his children, he was able to help his father. When grandfather came to tell his father,老师在这本书的时候讲，老师讲的说啊，他说我们以身作则，做表率啊，不要让脾气，莫让脾气又上来。会脾气会不会上来啊？偶尔会不会上来啊？一火烧了功德庙，吓坏道亲，不敢来啊。道亲说什么？原来菩萨会发火啊！各位贤贤，我们都是菩萨、啊，道亲想菩萨都会发火啊，所以老师。吓坏道心不敢来，因为他以为他看到所有的菩萨在这里，还菩萨还有会发火起来了，哦，所以老师讲如此怎能坐莲台啊？只能坐在九品莲台上面。所以道心来看，看到是每一位菩萨，各位贤贤，是每一位菩萨。当我们这个火一来的时候，会不会把他吓坏了？会不会？会不会把道心吓坏了？他说菩萨还会生气的、啊，是不是？所以各位贤贤，贤贤们看不记得一千个好，只要一个不好，人家会记住？会不会记住啊？就记住那个而已啊。所以要不要小心谨慎啊？最后或许仅用老师的 这首歌跟大家做个结尾，这是 风中的雨翼，或许把它内容解释一下。人生的路一定有风也有雨，用泪水灌溉生命的勇气，用希望化作风中的雨翼，让梦带走心中的，我们一起念一遍，让梦带走心中的忧郁，因为伤痛成长历练，想办法突破，已过见艰辛，有勇气不怕仕途路遥远，有信心历经考验千万遍，你陪伴我穿越高山和大海，我的心有你才会崩，我愿意所有坚持和骄傲，相信心中仿佛
有坚强有温柔的心，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向前，用真心牺牲奉献，创造不可能的明天。这首歌老师送给所有的道亲，因为这位道亲啊，从这道亲他去开荒，然后其实黄典元是有一次到台湾啦、啊，各位先贤，结果他台湾去，对不对？因为他是全修，已经下来了。结果他说，他有一次啊，就到那个去看佛堂里面大佛堂在开会，然后就到佛堂在车子里面就坐着等着，然后就看到一个前贤，一个前贤一直来啊。他有的人拿着公事包，还穿着公司的制服，然后在车子里面换衣服，然后车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有便当或是饭团，赶快吃啊。他说：“哎呀，我不晓得这么多大菩萨都是这样赶来的、啊，各位先贤，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啊，大菩萨。所以，我们各位先贤，我跟他讲嘛，我们每一个人来佛堂帮忙，来厨房做事，一点一滴，虽然很辛苦，但都是大菩萨的一个心啊，一个愿啊，花心。”好不好？那或许把这个简单的重点讲一下，我们就结束，你就欢迎一下结束。在人生当中，各位完全办到，会不会碰到很多考验啊？会不会？别人一句话，说不定就考我们了，是不是？会不会啊？听了不高兴，不想去佛堂了。各位先贤，说不定那个就是仙佛老师派来考你们的，那个考试卷发下来啊，考不考得过，就那刹那间而已啊，是不是？但是呢，碰到所有的东西，不要忘记。济公老师，先我济公老师每天都看着我们怎么答这个考试卷呢、啊？心情高兴不高兴，不爽不快乐，不去了。今天这个礼拜放假，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心一松掉的时候，老师九贤七祖有没有在哭啊？我们九贤七祖都在哭啊，是不是？所以各位贤贤利用这个机会，常常鼓励自己。济公老师就在旁边帮我们看着我们，盯着我们，老师怕我们不成佛啊。各位先贤，老师已经成佛去了，他为什么还每个法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是不是？他是怕我们这辈子回不去，成不了佛，所以叫做一失人生，万劫不复。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只要这个人一走了以后，各位先贤想去投胎，再去求道，再去修道，难也难也。所以老师一直跟我们讲，一失人生，万劫不复，这辈子要不要把它修成啊？要不要啊？要不要啊？要不要？要。当然要啊！没有第二辈子了，只有这辈子。下辈子再来的时候，各位贤贤，你就是大佛菩萨，大菩萨立愿又再来了，不是被我们的业力业障又推下来了，好不好？好，我们请王姐欢迎最后一下。所以那个在这里后学讲的不圆满的地方，科学仙佛赦罪。好，各位前贤有机会，前贤们出门如果方便的话就一起去帮忙，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在帮办。像有机会哎哇哦哎哦，像前贤像几位典元师，像连龙典元师一去就是一个半月啦。龙典元师自己出钱掏腰包买机票租车 买水果去做什么，跟各位前贤都是一样的，跟求贤煮饭一样，都不敢请贤啊，是不是？都是这么一颗心，
大家都是自己能力做得到，我们就出去帮忙，好不好？好。啊，不言语的地方，请先我赦罪，原是给我指正，给我嫌多，包涵。